他卖他丢手绢，他捡手绢，捡手绢，专门掏。他专门捡手绢，你还记得东西的？捡起来，捡漏。出口在这边。出口在这边。嗯。你这两国的 CEO。 在不上班的CEO，所以周总都要靠我们买单。好的。我跟你讲，刚那个被拍下来的。十二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十二，快去请医者。